嗨，各位车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涵老师。今天啊，要来请各位车友啊，帮我们填一下我们说明处的表单。填这表单要干嘛呢？因为要到了寒假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老师要开赛车营，好，那我们就来调查看看，看看各位车友比较希望我们在哪一个场地办啊？到底是桃园大鲁阁，还是桃园永安，还是？彰化的西湖 K1， 然后还是高雄的草芽道 ，OK， 然后看看各位车友比较喜欢哪一个场地，然后再来就是时间啊、哦，比较喜欢平日一到五还是六日 ，OK， 麻烦各位车友多多给我们意见呐、啊，帮我们去填表单好吗？在这里啊，也祝各位车友啊、新年快乐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 ，OK， 然后技术进步，你跟我都一样 ，OK。好，那就这样了，拜拜。